养院友齐齐冲金。好啦，开始。一出手嗰下就梗系手又灵活，眼界又好准噶啦！呢间护养院主要服务残障嘅院友，早前就搞咗个迷你奥运会，无论系手动单车定系硬地滚球，班院友都出尽全力冲金噶。即系个意志同埋斗志，佢真系增强咗好多。原来我哋伤残人士都可以搵得到呢啲运动好，佢都好开心咯。拉咗三年又攞到呢度咁多奖。三年都有參加。文英同埋根叔呢兩位獎牌得主，年年都係獎牌榜嘅座上客。呢個運動會至今搞咗三年，目的就係鼓勵院友多啲運動，同時喺心靈上面得到更多嘅陽光同活力。佢哋嗰啲嘅鍛鍊咧，顯得沉悶嘅時候咧，就變咗冇咗恆心噶咯喎。咁我哋就想咧，將佢哋嗰個鍛鍊咧擺落去同娛樂咧喺埋一齊，咁就又開心又有鍛鍊嘅嚇。冇错啊，只要肯做已经是第一名的啦。全新的都市日报 App 已经上架啦。